储存起来，重新整理，然后选择国家，选台湾，他就跑去台湾；选印度，他就跳出印度；然后日本，跳出日本。现在每一个国家都会显示出来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CWC Channel。这一集我要来继续说明有关于新冠肺炎 COVID-19 检疫资讯系统的开发。这是这个系统开发影片的第二集，也就是我们已经完成了使用者界面的设计。那接下来这一集我们就要来做 JavaScript， 让这个系统能够抓资料，也能够及时的显示出各个国家的不同的确诊、死亡、个案、测试等等的资讯。如何做呢？首先我要先各位说明一下，我录这个影片的时候，这个时间是6月16号，2021年，2021年6月16号，在这里这个确诊人数是170，死亡人数是18，死亡率是 3.56。 OK，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来开始来抓资料，我要抓出的资料是今日确诊、今日死亡以及全部的资料。 OK， 这是这个背景。好了之后呢，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做。首先你必须要有上一集的档案程式，如果你没有上一集的档案或程式的话呢，没有关系，我可以分享上一集的这个档案给你。那如果你有上一集的程式，你可以继续做，如果没有，你可以到我的网站上下载，我的网站在这个影片的下方有资讯的连结，这是我的网站的连结，你到这个影片的描述区那边，你可以看到我的网站连结，点下去之后呢，你可以下载上集的完成档案，上集的完成档案在这里。总共有两个答案，第一个是这个 COVID-19 的.html， 第二个是 style.css。 OK， 你必须要这两个答案，如果你已经有了，那你就继续做，如果没有，麻烦你下载。那下载了之后呢，你必须要放在一个资料夹里头，如果你有看上集的观众呢，你就会知道说我有建立一个资料夹，叫做 Project COVID-19 的资料夹，在这个资料夹里头呢，档案就在里头。所以如果你没有做上集，然后你想要直接做下集的话，你先下载这个档案，然后建立资料夹，再把档案放到这个资料夹里头。 OK， 这个资料夹不用，你不用这个资料夹，这个是我自己要留着的上集的内容，这个是要分享的，分享给各位使用的。好，那你有了档案之后呢，你必须要做这个资料夹的连结，麻烦你开启你的网页编辑器。这个系列我的频道都是用 Visual Studio Code。 好，那如果你是用别种网页编辑器也没有问题，所有的程式逻辑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是用 Visual Studio Code， 那麻烦你在左上方这里有个小图示，这个小图示你按下去之后呢，你可以去连接资料夹。如果你已经连接了，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你可以省略这个步骤。如果你还没连接，麻烦你做一个资料夹连接的步骤，按下去之后呢，你可以到你的桌面，你应该会有建立一个资料夹，麻烦你开启。开启了之后，你必须要有这两个档案来使用。好，那你就按下 Open。好，按下 open 之后呢，哦，我有好多档案，我来看看，我先把一些不必要的先把它拿掉好了，要不然会搞混，我先把它全部关起来。好，那我的资料夹跑去哪里了呢？好，资料夹在这里，所以在资料夹里头你现在应该有两个档案，麻烦你开启 html 的档案。好，所有的这个程式都应该在里头，你可以开启这个 css 的档案。如果你不喜欢我的配色，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太暗了，我个人有点不太喜欢，我比较喜欢我另外一个配色，这样子比较闪亮一点， OK， 比较彩色一点。那不管啦，这是你自己设计你想要的颜色配置。那如果你要调整，在 CSS 里头，在这里面你都可以做调整， OK， 你可以选，然后你选择你想要调整的颜色都可以， OK， 重新整理，那它就会做变化，然后你自己去调整，包括这个背景颜色你也可以做调整，这都是上集的内容。如果你不太确定怎么用的话呢，你麻烦你看一下上集的内容来调整。那其实这里我也可以稍微用亮一点，那这都是你自己的设计，那我就不做多做说明，你自己设计你喜欢的。好，那接下来呢，我要来做什么事情呢？我要来用 JavaScript。 这个 JavaScript 可以让你去第一个抓选单里头的资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去抓当天的资料，那如何去抓当天的资料呢？你要使用的东西叫做 API Fetch API 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呢就是可以去上网，到网络上抓资料下来，然后呢把资料抓完之后呢，把它呈现在你的网页的上面。那这个资讯呢都是即时的资讯，譬如说我录这个影片的时候是6月16号，2021年，这个就是6月16号的当日资讯，完全是也没有到100%即时，但是呢大概就是30-40分钟的一个差异而已。好，这个今日的这个资料。好，那到底要怎么做呢？怎么样去使用呢？首先我必须要快速的说明什么是 API。 OK， 什么是 API？在这里它有提供说明，它是一种界面，什么样的界面呢？可以去抓取资源的一个界面。在网络上我们有很多资料，有些资料是开放的，那些开放资料事实上你可以跑到它的网站，然后把它 fetch 下来，抓下来，抓下来之后呢，可以应用在你的网页上面。有一些网站都会分享这种 API， 譬如像是这个天气，
OK， 天气。那像最近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资料，也都是开放式的资料，大家可以去抓，然后呈现在自己的网页上面。OK， 那资料的档案的格式叫做 JSON， OK， JSON， JSON。这种呢，这种资料格式很容易读取，跟之前的资料格式，以前的资料都是 XML， 事实上有点复杂。如果用 JSON 的话呢，清楚易懂。所以呢，我要提供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它会去抓新冠肺炎的全球的资讯，这些全球资讯呢，它是用 JSON 的方式来呈现。那由于它有这个 JSON 的资料呢，我就可以用 API Fetch API 来去抓这个资料，抓完之后显示在这里就完成了，步骤很简单，但是你必须要知道后面的逻辑。好，那我跟你分享一下我抓的资料的来源是哪里哈。资料来源是这一个网站，叫做 Open Disease Data API。 这个网站收集了很多及时的资料，不只是台湾，而且还包括像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有关于这个新冠肺炎 COVID-19 的资料，非常好用。一般来说大家都会推荐这个 Johns Hopkins 的这个学校他所提供的一些资讯，这里也有很多资讯没有错，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网站提供资讯简单易懂，比较好用，刚好符合本专案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简易的方向。那你会想说，为什么不用台湾的资料？这个是台湾卫福部的网站，你看到这里写最新台湾统计数字哦。然后我重新整理给你看，最新哦，统计数字虽然说最新，但是呢，它的资料居然还在，这个好像是两天前的资料，昨日确诊。OK， 这个好像是6月14号的资料，我不太确定哦，可能是6月14号。那6月15号的呢？还有我今天录这个影片的时候是6月16号，确诊数是我看一下，170。所以呢，这个卫福部的这个网站啊，虽然它说是最新，但是呢，事实上不是最新。也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就不采用卫福部的资料。要不然卫福部它也是有提供资料 API 的服务，也是有，只是不够及时，不够的好用。所以呢，我就没有用这个台湾的这个网站的资料哈。我再跟你说明一下。所以呢，我使用是这个国外的资料，这个系统，这个资料的来源，这个资料来源非常的好用。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资料非常简洁。我先秀一个给你看，这是它的资料的内容。这个是美国 ，OK， 美国。那这是它的网址。只要在后面更改它的这个国家的名称的时候，它就会提供那个国家的资讯。啊，你看到这是 JSON 的资料的格式，这 JSON 的格式就是非常的系统化。你看，这个是总个案数、死亡数、总死亡数、活药的人数等等等，通通都呈现在这里。如果我在这里呢改了其他的国家，譬如说我改成台湾，它就会显示出台湾的资料。那个案数170是最新的，6月16号我录这个影片的时候最新的资料。OK， 我自己有试过，它大概只有30-40分钟的延迟，然后就会更新资料了。OK， 那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当日早上的时候，这个总共的 case 会是零哦，会是零，因为要等到卫福部2点的时候公布最新资料，它才会更新资料哦，所以要等到当日的2点之后，要不然呢，通常早上的时候都会是零的 case， 零，因为还没更新嘛，所以当日还是零，要等到2点之后，好，这是台湾的情况。好，那现在你知道资料来源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打程式哈，打程式来做这个系统的开发。那我先回到这个页面，好，现在有了这个界面之后呢，你可以开启这个网页，我先开启网页，哎，这个 project 在哪里呢？我找一下，好，在这里你可以先开启哦，你按两下开启，开启之后呢，哎，这是你的网页嘛，对不对？你的使用者的界面设计好了之后，麻烦你到程式这边，我们现在要来加程式。首先第一个步骤，你必须要先在 HTML 这边显示出你待会 JavaScript 要呈现的内容的地方，所以呢，麻烦你到你的 HTML， 然后呢，我们待会会在这里呈现出各样的资讯嘛，所以你麻烦你先到 Item 2这一个第二个项目这一个，这个 Item 2呢，我们要展示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要展示的东西是这个国旗还有日期 ，OK， 有两个东西，我先给秀给你看。我们要展示这两个东西 ，OK， 那怎么做呢？我们先到这边 ，Item 2，这是 2 哦，这是一号，它是12嘛，是第二个。好，第二个这边我先把它移到下一行，因为我们要打一些程式在里头。好，那在这里头呢，我们首先先加第一个东西是日期，日期我就用段落标签来设计哈。那日期的大小呢，我这里就不用 CSS， 我直接在这里打 style 属性。这个日期大小我就用20好了 pixels， 如果你要用其他大小，当然你自己去设计，你可以设计大一点，或者设计小一点，都没有关系。然后呢，在这里我放上一个 ID， 这个 ID 我把它取名为 current date， 就是今天今日。好，然后结束，这是第一个，我们待会用那个 JavaScript 来抓日期来显示在这个标签上面哦，这是第一个。接下来呢，第二个我要显示国旗 ，OK， 国旗。那使用的方式我就用 span，OK，span，span、okay, span 呢很好用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是什么特别的标签，它只是一个让你可以放一些资讯的地方，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蛮好用的 span。 有时候你不想要什么样的额外的东西，就用 span 就好了。 ID 我是用 country， OK， 这个 ID 哦，待会我们用 ID 来抓资料来显示在这里。好，这是第一个 item， OK， 第一个 item 已经完成了。然后呢，接下来我现在就移到下一个 item 哦，待会这个是国家的名称，这待会会显示国家的名称，但是呢，除了国家名称，我们还有一个东西要显示出来，国家的国旗， OK， 国旗也要跑出来。所以国旗如何跑出来呢？我们还要再加一个 image 在这里， image ing， 然后 source 里头不用打任何东西，待会用 CSS 来抓资料就可以了。 ID 呢，我就把它取名为 flag 国旗， OK， 这些 ID 很重要哦。如果你要
跟我一样的话，麻烦你大小写都一致，大小写都一致。这里也是哦 ，current， 我这个用大写 ，OK， current date， OK， 大小写一致。好，这是第一个区块 ，OK， 就是这个。第二个，事实上这是第一个啦，然后这是第二个，这里是第三个、第四个。好，那第三个呢，我们就到第三个这里，第三个是在这里。好 ，item three 在这里。好，我先把它移到下一行。item three 是显示出今日确诊，对不对？今日确诊。那今日确诊的后面，我们马上加入一个。我把它改到下一行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太乱了，我把它改到下一行，这样可能比较明确、整齐一点。好，然后呢，你可以打上这个东西叫做 span ID， 我们就抓资料咯。那什么资料呢？我把它取名为 today 好了，这只是一个名称，待会我们 JavaScript 要用到。OK， 就第二个、第三个，不好意思，第三个、第四个呢，一样，我把它移到下一行，然后，这里移到下一行。好，在这里呢，同样的，我复制贴上好了，我复制贴上。这里呢，我把它改成，因为它是今日死亡数嘛，所以我打 pass 好了 ，pass away， 好 pass。好，接下来第五个在这里，我先把它移到下一行，把它稍微整理一下。打网页程式啊，很容易啊，当你的这个专案很大的时候啊，程式会变成一团乱，所以啊，这种排版啊非常重要，这种程式排版很重要。OK， 这里呢，我把它取名为叫做 cases 好了，不过加 s 哦，因为是总个案数嘛 ，OK， 复数。好，接下来呢，我再到这里。这里呢，第六个，我到下一行，然后这里到下一行，在这里，好，一样的，我复制贴上。那活跃个案数，活跃我就叫做我把它取名为 active 好了 ，active active， 因为它是还在活跃，还在 active 当中的。第七个，一样，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第七个，然后复制贴上。那这是康复，我就用 recovered， C O V E R E D， 有 E D 哦，因为已经康复了 ，OK， C O V E R E D， 没错。好，第九个，不好意思，第八个。这里的英文这个词啊，必须要对应到 JavaScript 哦，所以呢，你要确定一下没有任何的这个错字。好，复制贴上，这个是已测试的，所以就用 test。OK， 我就用 test， 已测试。OK， 有加 ed 哦，因为已经完成。然后呢，下一个一样，稍微调整一下排版。有关于排版呢、其实如果你用 Visual Studio Code 的话，有快捷键可以快速的排版。OK。这个有兴趣的人，你可以在留言区留言，我会跟你说快捷键是什么，它可以很快的排版出来。好，那这里呢，我就用复制贴上，这个我就用 death， OK， 已经死亡的人数。然后呢，接下来我来调整一下这里。好，一样，那死亡率呢，我就写 rate， OK。好，那这里呢，我就加上了所有的 ID 哦，这是我们待会要用 JavaScript 呈现的资料，都在这里，通通都在这里。recovered 这些词呢，通通都很重要哦，我们都会用得到。OK， active cases。好，有了这所有的词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抓资料，把资料呈现在每一个格子上面。怎么抓资料？麻烦你到最下面，到斜线 HTML 这边，你可以打上 script。那有时候我们会打上 type 啦，这个不是 style， 是 type text。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越来越多人省略掉这一块哦。其实到底有没有作用，我也不太确定。习惯问题，有时候我会用，有时候我不会用。OK， 好，不管怎么样呢，你有这个 script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打这个抓这个资料。首先呢，我们建立一个变数，这个变数我把它取名为 link。然后呢，等于什么呢？等于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就是我刚才展示给各位看的网站 ，https 两个斜线 c o r o n a corona l m a o l m a o， 然后呢 n i ninja n i n j a v two c o u n t i s， 好，然后斜线。在后面呢，我就打上 USA， 我先以 USA 为一个范例，待会我们会抓资料来变换国家，所以其实还没完，我们待会会抓资料，抓那个下拉式选单的资料。好，然后呢，有了这个连结，我们就可以去 fetch， 怎么 fetch？ 连结， OK， 我们连结到了，我们就要展示资料，怎么展示资料呢？要打 len， 这是规定的，这是它的规定。然后括号里头呢，你可以打上这个 response， 有两个括号哦，要小心注意两个括号。然后呢，中间呢，你打上一个等于大于，它会传资料过去，然后大括号到下一行，像这样子 ，OK。大括号，然后一个括号，大括号在这里 ，OK， 我加一些空间好了。好，那这个就是 response， 就是我们抓完资料之后呢，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处理？我们要 return response， 这个 response 呢，我们要 return 回去呢，把它变成一个 JSON 的资料形态。好，分号不要忘记。有了我们 JSON 资料呢，太好了，我们就抓到了，这个是 JSON 的资料形态。那接下来我们再加一个 len， 在 len 里头呢，我们打上括号，括号里头我们再一个括号。data， 我们就可以抓资料了。data， 我把它取名为 data。data 在这个括号跟括号之间，麻烦你打上等于、大于。这个 data 呢，开始会抓下来，麻烦再打上大括号。OK， 这样子。好，那我们有这个大括号以及括号，这要非常小心哦。这个大括号、括号，这个看起来 OK， 要小心打。然后呢，我们抓到资料之后呢，第一个步骤我们可以来，
实上我们可以用这个 console log 来显示资料了，但是我这里就 不用了哈，我就直接打 total。哎，第一个变数我把它取名为 total， 然后呢，这里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其实我们这里要做计算，待会要算死亡率，所以这里要做计算。所以呢，由于要做计算的原因，所以我在这里，不好意思，我刚刚用双引号，我要用这个 parse float， 因为我抓的资料是这个 stream 的资料字串，所以我们要把它转成这个数字 ，OK， 才能算这个死亡率嘛。好，所以这个 data 呢的哪一个 the cases，OK，、okay, 这个 data 是我们取名的哈，这里 data。Data， 那 cases 是什么呢？ cases 就是我们抓的资料，就是这里 cases， 我们就抓资料，因为要算死亡率，死亡率呢分母就是总个案数嘛，对不对？总个案数。好，我们有总个案数之后呢，再建一个变数，还有死亡的人数。OK， 我就叫做 pass， 然后呢，在这里我就打上这个 parse flow， 一样，我把它转换成数字 data， 这个是死亡的人数 death， 后面有 s。为什么呢？我再给你看，死亡在这里，这里总死亡数，这个是总死亡数 ，OK， 总死亡数。好，有了分母总个案数，然后分子总死亡数，我们就可以计算死亡率。所以我建立一个新的变数叫做 rate， 这个 rate 呢，括号，我先打一个括号，在里头再一个括号，就是呢，死亡的人数除以总人数，总确诊数，然后呢，这个会出现很多小数点，所以我在后面呢，把它转成。这个小数点我把它取四位数好了，小数点以下四位数，然后呢完成了之后我再乘以百分之百，乘以100，然后再加上这个百分比的这个文字，这样子呢就可以呈现出百分比的死亡率了。 OK， 所以我们这里在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抓一个变数叫做 rate， 这个 rate 的计算方式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把它用到小数点以下第四位，把它乘以100之后变成百分之百的方式呈现，这样的内容呢就可以出现这个百分比。 OK， 这个是计算出来的结果。 OK， 就是这样子。好，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 ，OK， 我们在计算这里。好，那我们现在有死亡率喽，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是来抓全部其余的资料，死亡率是最麻烦的，因为我们还要再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OK。那计算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这个抓资料。怎么抓资料？第一个，我来抓这个国家的名称好了。所以在这里我就抓 document， 这个是 DOM 哦，这个是文件物件模型。那至于什么是 DOM， 哎，你可以参考我的频道这个。有关于 JavaScript 系列的影片，有一集在讲DOM， OK， 那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是 DOM。DOM 的目的就是在连接 JavaScript 跟 HTML， OK 的连接，就要使用到 DOM。好，这里使用 data， 然后叫做 country， 为什么叫做 country 呢？这不是我定的哦，是这个资料定的，在这里，这里有个 country， 所以要一模一样哦，大小写都要一模一样。好，资料里头我叫 country， 我把它加到 HTML 里头，来个标签 country 标签，就这样子，你可以储存起来，你先储存起来，然后呢，重新整理你的网页看看。哎，现在有 USA 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我们抓的资料是什么？我们抓的资料是 USA， 美国，所以它现在有出现 country 了。为什么出现在第二格？因为刚才我们在第二格有打上这个 country 的 ID 嘛，对不对？第二格，所以它就会显示出来，就这么简单。好，我们现在继续抓，把所有东西都把它抓出来，我复制贴上就好，因为这个是重复的，复制贴上。那要改的东西就是这里 country， 我把它改成这改成 today， 然后呢 data 这里呢是 today cases。这个必须要一模一样哦，一模一样。Today cases 储存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档案这边，我就是要一再强调 ，OK， Today cases 这里大写哦，要一模一样，必须要一模一样。所以麻烦你在打的时候，这里不要小写，一定要大写。好了，储存起来，你可以看看有没有成功。哎，就有了1246，但这个1246啊，出现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哎，怎么没有这个标？这个叫做。这个英文叫 thousand comma， 就是在1000的单位的时候有一个逗号，为什么没有呢？因为这是文字，所以怎么样把它改成正确的呢？我们要用这个东西在后面这里啊，我们要点改成什么呢 ？local string， 我们要改成这样的东西。OK， 小心哦，这个不要打错字，同时大小写有差异哦，这是一个函数。好，储存起来，你有了这个之后呢，储存起来，重新整理，哎，你就有这一个这个标点符号在这里了。OK， 那我们就做其他的哦。我现在复制这一行，复制这一行。好，就做其他的。我现在就不重新整理了，我就直接把它全部打完了，要不然一个一个用实在太久了。第二个，我用 pass。pass 的话呢，资料是哪一个呢？如果你去看的话，它就说 today。OK， 它就说 today， active， 不好意思 ，death。OK， 这个 death。OK， 如果你去看那个 J 上的话呢，它是这一个，大小写有差哦。复制贴上，一二三四，第四个是什么呢 ？active。那这个 active 呢，我们就要把它改成什么 ？active。JSON 的资料是写 active， 好，下一个 active 完之后呢 ，cases 在这里呢要打上什么呢 ？cases 大小写有差，麻烦还有加 s 哦，复数。
好 ，cases 之后呢，就是 rate， 哎，就是我们刚才所计算的死亡率。这个死亡率呢，我们在这后面我们就不用再抓资料了，因为我们已经算出来了。这个不是我们算的吗？所以放进来就好了，对不对？好，那就直接打 RATE 就可以了。RATE 就这样子。OK， 抓资料，分号。OK， 后面都有分号哦，不要忽略到分号哦，全部都要有分号哈、哦。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什么？我们再做下一个，复制贴上。Rate 完之后呢 ，death。OK， 打错字了。这个错字啊，会让你的结果没办法呈现了、哦，所以要很小心。然后这里就是死亡 ，death， death。好，那接下来复制贴上，有很多个哈、哦，总共有七个吧，七八个还是九个？好 ，recover，c o r v， r e c o v e r e d， 很小心哦，这个错字就没办法呈现。好，然后 recover， 如果你去看 JSON 资料的话，也是这样子 ，recovered。OK， 好，那接下来下一个复制贴上。下一个呢叫做 test， 有 s 一样，它也是 test， 有 s， 哎，它是用 test 是吗？等一下，我在这里用的好像不是，哦，我用的是有加 ed 的 test。好，那在这里呢，这个标签麻烦你修改一下，必须要用成是 ed 的，因为我们在 id 那边写的是 ed 的 ，OK。但是呢，在 JSON 那边呢，它是这样子 test 加 s，OK、okay?。好，那再下一个就是最后一个，我们要呈现这个 flag， 这个旗帜，国旗。好，然后呢，这里呢，我们就写。哦，这里很重要，因为它是图片，所以不是 inner HTML。由于我们是要抓图片，所以麻烦你打上 src source。这个 source 呢会抓 data 的什么呢 ？country 的 info 的什么东西呢 ？the flag。OK， 麻烦你把这个 to local string 把它拿掉，这样子。OK，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在 JSON 那边啊，在 JSON 那边我解释给你看一下哦，它是在 country info 里头的什么 flag。所以呢，由于它是一个那个属性里头的值，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呈现的内容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Country info 里面的 flag， OK， 好，我们现在全部完成，麻烦你储存起来，然后重新整理你的网页，重新整理，应该是这个，哎，这样子就完成了。你看有没有所有的东西都出来了，甚至还有这个国旗，哎，全部都出来了。哎，你会想说美国为什么确诊那么少，死亡那么少？它会滚动式 ，OK， 我们卫福部最喜欢说的滚动式调整，它当日资讯啊会随时会提，会调整，然后到最后当日的结束的时候才会是最终的 ，OK， 所以这是一个蛮及时的一个资料，你要跟你说明一下。好，那现在就成功了。最后呢，我们就来做这个下拉式选单。OK， 我们把这个下拉式选单选择哪一个国家，它就显示哪一个国家的资讯。好，麻烦你回来这边。那这个城市呢？哎，等一下，这里忘记加分号了。这里最后还是要麻烦你加一个分号，城市的结束都要加一个分号，不好意思，忘记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抓这个下拉式选单的资料。我其实在我的频道里头有一集就是在介绍这个如何抓下拉式选单的资料。那你可以去看那集的一些内容哦，来详细的知道怎么样去抓。那我在这里就很快速的做哈、哦。那抓资料的方式呢？首先呢、啊，我们必须要抓这个 value。我们这个下拉式选单都会有一个 value 在这里。我现在在哪里？在这里。OK， 都有 values。OK， value。所以呢，根据这个 value 来套用在我们的这个 link 里头。OK， 那我看一下、哦，我这里的 ID 是 my select， 然后 drop down。有关于这个选择国家，我觉得应该是不需要了。我觉得应该是不需要，所以或许可以把它移除掉。OK， 你可以把它移除掉，应该是不需要。OK， 好，那你如果要加其他国家，你可以继续加哦，像是加韩国其他国家。如果你要加其他国家，麻烦这里面的 value 要用英文，像 Korea， OK， 用英文 ，Australia 用英文的哦。好，我这次也就用四个就好。好了之后呢，我确定了 ID 之后，麻烦我现在下来这边，在这个斜线 script 之前呢，不用，我其实应该到这里。我们现在要抓资料，对不对？我们现在固定的是 USA， 现在呢，我要把它变成一个变数。当使用者选择哪一个国家的话呢，这个变数的值就套用在这里。好，怎么样用呢？麻烦你在这边，我们就建立一个 function， 好、哦，一个 function。那这个 function 呢，我把它取名为my select 好了。我就把它取名为。Country select 好了 ，OK， 大小写有分哦 ，OK， 这只是一个名称啊，然后括号，然后麻烦在一个大括号，这个大括号这个 function 啊，我们必须要涵盖所有的这个程式的内容哦，所以呢，麻烦你这个大括号把它剪下来，把整个程式都把它包起来 ，OK， 我喜欢缩排一下，包起来 ，OK， 在这里，麻烦你把它剪下，然后把它包起来哦 ，OK， 我们把它建成一个函式，好，那这个 function 呢，这里头第一个我们要去抓资料，变数。我就说 x 好了 ，x 这个东西呢，会去抓资料 ，do document， 然后 get element by id， 这个 id 呢，抓哪一个资料？我刚才没记错的话 ，id 是 my select，OK，、okay, 那个下拉式选单的 id 是 my select， 这个的值我们要把它抓起来，所以使用者会去抓美国、台湾、日本、印度，他就抓完之后呢，放到这个 x 里头 ，OK， 那我们现在知道 x 是什么的，对不对？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USA 把它拿掉，在后面这边我们加 x。因为就是后面国家名称不一样，它就会不同的连结嘛。所以呢，抓到 USA 套 USA，
台湾靠台湾，就这样子。好，那我们抓到资料了，所有的程式都不用再变了，就这样子而已，储存起来。然后呢，麻烦你记住这一个程式 ，OK，Country Select。好，麻烦你到上面去，到上面去呢，麻烦你到这个应该是这个 Select 这个地方 ，OK，Select 这个地方，我们要加这个 function 进去。我在想应该要放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要选择嘛，选择的话呢，应该就是要放在这里吧，这里。好，麻烦你就打上这个，这里要选择的是 on change。你有任何改变的时候，它就会套用这一个 function。什么 function 呢？我刚才打的 function 叫做 country select 这个 function， 然后要有括号，这样子呢就会套用刚才我们所设计的 function。on change 哦，就是你改变这个值的时候，它就会套用这个函数。同时，我待会再用好了。同时，我待会再说。好，现在把它储存起来，重新整理，然后选择国家，选台湾，它就跑出台湾；选印度，它就跳出印度。然后日本，跳出日本，现在每一个国家都会显示出来了。那你会想说，为什么预设没有任何东西？可不可以预设有一个东西呢？当然是可以哈，当然是可以。你在这个 on change 这边，这个 my function 啊，你现在到这里， body 这里。如果你想要开网页的时候，就直接抓资料了，不用在那边选了。一个预设的资料，你可以这样子做哦。好，那怎么做呢？就是用 on load。当你开这个网页的时候，它就直接跑 my function， 我这个 function 哦， country select 这个 function， 直接跑了。那你要提供一个预设的值，预设的如何选那个预设的、啊、我就选台湾当做预设好了，你就打 selected， 这样子呢，你开网页的时候它就被选了，它一被选它就跑到这里来，它一跑到那个 function 之后呢，它就会抓到这个 x， 这个 x 呢就跑到这里，然后就把资料显现出来了，这个就是预设的方式，如果你要预设的话 OK， 没有预设有时候很麻烦，你一开你还要这边选，有时候有蛮麻烦的。好了，那现在就完成了，你现在重新整理，哎，你看一重新整理马上抓资料，预设的是台湾，所以它就台湾，你可以选其他国家来看 ，OK， 其他国家来看一样，再一次重新整理哦。预设的就是台湾，因为我 selected 使用的是台湾。如果你要其他的，就用 selected 到其他国家这样子。那我把 function 抓到这个 unload 跟 unchange 这里 ，OK。好了，那这样就完成了我的这个我们这一个专案的资讯系统。那整个学习的过程，如果对你有所帮助，如果这个资讯系统你觉得还可以的话，麻烦你按赞，那订阅本频道。你订阅本频道就是我做更多专案的动力，所以请你支持，拜托一下，按一下，拜托拜托。简易的哦，简易不是防疫的那个简易，不是，是简单易懂的资讯系统哦。而且同时呢，它是一个响应式的网站 ，OK， 响应式的网站。当然了，你这个可以用 CSS 把它调宽一点啦，这你自己设计哦。在 item 这一个，我想就用 item， 然后就可以调整它的长它的宽度哦，还有字体的大小都可以自己去做调整，没问题。那整体的架构、整体的这个资料的抓取的过程都没有问题了。好，那由于时间花了蛮多的，所以我想到这里就好了。如果你还有任何的疑问，你想要加其他的东西，有什么任何问题的话呢，麻烦你在下方留言。如果没问题，如果我觉得你的问题值得再继续做，我还会再做更多的影片来介绍。好，那在这里我就在这里做结束了。我会把这个完成的档案分享给各位，我会分享到我的网站上面，你可以在下影片的下方连结区找到连结这个完成的档案。那同时呢，我也会分享这个上集的内容，所以上下集的内容我都会分享。我也会分享这个网站的这个连结，好，让你知道全部的这个整个的运作的状态。好，那如果你还有任何的问题，那麻烦你告知。最后呢，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平安健康顺心，希望我们台湾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好，谢谢收看，拜拜。